面纹清理一下一个管刷必刷的一个拆装的一个步骤。首先我们准备一眼硬币或者类似的一个物品，把这一个锁扣给打开，拧到一个竖直的一个方向到一个开锁的一个标识，然后我们拿着这个部位拿起来，就可以把我们的管刷拿掉。看一下，一般转动是很轻松的。那这边或者是如果这里有什么东西缠在上面，可以把它取下来。那你把它装上去。这样呢，我们把这个锁扣拧到锁住的这个标识。那我们用个底刷。接下来是我们的一个除螨刷的一个清理拆装的一个视频。同样的，我们这里有一个锁扣，把它按照箭头的方向把它拧开，然后往这边方向送一下，这个管刷就可以拿出来，适当的把它清理一下，就是这里面的一个。齿轮这边可以清理一下，让对应把这个对应的方向装进去。锁扣按下去，按下去之后按照箭头的反方向拧，这边就行了。